大家好，我是 H&M 的 Yan Yan。 嗱，今日咧又唔系唱歌，又唔系教法文，你见到咁大个箱，我哋今日系开箱嘅。咁当然就唔系开淘宝箱啦，我哋呢啲音乐人系咪先？咁咧就系开一个叫做嚟自德国嘅呢箱嘢，嚟自德国嘅 Coleman。不是賣廣告的，事源呢就是我前排參加了一個、叫做編曲班啦，不是編曲，是混音製作班啦，即是 mixing 的班呢，就是由知名的音樂人伍賢舉辦的。他呢在第一堂呢開宗明義就說，嗱，你沒有這些這些這些呢就不用繼續上的啦。咁佢咁啱咧就介紹咗個網頁咧，係嚟自德國嘅。頭先見到啦 ，Toman。我本來都想 upgrade 我啲器材啦，咁所以就 order 落咗個大嘅 order， 其實都冇大，其實可能啲嘢好大件啫，其實就唔係好貴嘅。但因為佢比香港平好多啦，咁所以我就試下佢嘅 service， 同埋我哋大家一齊開箱啦！嗱，話曬我第一次拍呢個開箱文嘅，唔知道會點㗎，所以一齊睇下啦。嗱，話説呢箱嘢咧，當然就係由德國嚟㗎啦。其實都幾耐啊，我11月17日落 order 嘅，佢就話咧11月21日就開始寄啦。咁我琴日先收到嘅，咁都差唔多成個月啦。啊，同埋咧，有樣唔好就係佢咧，唔係寄到屋企門口嘅，因為佢德國嘅時候咧就係 DHL 啦，但係咧嚟到香港就變咗 Speed Post 喎，咁所以咧 Speed Post 基本上就喺屋企擺張卡，就變咗去郵政局攞嘅，咁所以我哋喺郵政局拖翻嚟啦。好啦，嗱，開箱。咩先？好多 bubble， 唔係 bubble 紙咯，我中意 bubble 紙多啲。首先第一樣見到嘅咧係咩嚟嘅咧？係一個麥聲 ，König and Meyer 嘅麥聲啦 ，Made in Germany 嚟噶。嗱，依間叫 Toman 嘅東西咧。佢聲稱自己咧，咦，原來咁開嘅噃，啊哈，嗱，呢間叫 Toman 嘅東西咧，佢聲稱自己咧係全歐洲最大嘅 music store， 咁真係乜都有嘅，有樂器啦，有琴譜啦，不過啲琴譜係德文嘅，有書啦，有當然錄音器材啦，麥啦，隔音棉啦。其實所有關於音樂嘅嘢都有嘅，嗱睇下先，呢度有張尺，哇 ，Made in Germany， 5 years warranty 啊，5年保養喎，勁勁嘢，勁嘢。果然係德國嘢，其實就好 solid 嘅，唔好似啲淘寶嘢咁樣咧。我唔係話衰淘寶嘅，不過淘寶而家要交學費咯。好，第二樣咩咧？啊，就呢、這個。伍賢推介的金屬的 pop filter， pop filter 中文是什麼不知道，這個樣子就有點 flimsy 了，真的 Made in China 的，這個就電線啦，接著有對耳筒啦，是錄音的時候用的，接著還有啊哈，這個 audio interface Steinberg， 知佢就好容易用嘅啫，就係咁樣啦。拆開佢，插線落電腦，插支麥就用得噶啦。我通常咧就唔 keep 盒嘅，不過因為未試 work 唔 work 可以退貨啊嘛，所以咧 keep 住先。哇！呢個好唔好插住先？我嘅最愛啊，麥啊！呢支嘢咧，亦都係伍賢工作室嗰度介紹嘅，好似搞到佢係佢冇收 commission， 佢都話呢支嘢咧就奧地利做嘅，
我去就搿么行个，你还没五公斤呢 ？Oh yeah， 嗯 ，OK， 大家肥嘞，看我的 little taste， 觉得哇吼，咪好靓仔嘞。Come with a set la. Whoa, so excited. Open close. 跟住呢个咧就读上去嘅。正路就应该先做个假先嘅。哇，太兴奋啦！调转晒。好 ，like this. You're ready to go. 可以装翻呢个入去啦。不过我就通常唔用呢嚿嘢嘅。哇 ，AKG。比香港買便宜很多啦，第時看看我錄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好聽了。 Then what else？ 我都不記得了我買了什麼了。啊，這個好像是。 Oh yeah！ 麥街道去了哪裡？不見到麥街道添。哎呦！啊哈！這個呢就是擺上去，等你錄音的時候呢，就不要有那麼多雜聲的。圖解這個有沒有寫 Made in 哪裡呢？看看 Made in Portugal， 基本上就是這樣對著，然後呢就裝下去的。好， And then 有多個 computer， 這個送的應該我沒有 order 到，這個和個線和個麥是一 set 的。 And last but not least， 幾重的，即是沒有解過啦，感覺就非常之 sturdy 嘅。Oops， 就係咁咯。嗱，咁咧，呢就有新玩具啦。第一次 H&M 拍開箱文就拍完啦。咁就我都唔知拍成點㗎。遲啲我哋就會用呢啲新玩具嚟拍多啲好嘅嘢俾大家睇啦，記住繼續睇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拜拜。